我这次选的滚石经典歌曲呢叫做《指望》。这首歌呢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，因为当时候也有看这部剧叫做《犀利人妻》嘛，但我一直对这首歌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。那时候我还就是我有在学唱歌，我还请老师特别可不可以教我这首歌这样子，所以这次呢带来《指望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是非来不及杜绝，更不想依恋着残缺。